下，爱和恨都太纷杂，心聚何处何为家。哦，岁月告诉你啊，我们家朵朵的录取通知是拿到了。真的啊？啊，维也纳音乐学院，哎呀，真是不容易啊，全国就招了那么几名，哎，不是拔尖的苗苗啊，根本就不可能的。我们家顾青也争气呀，我们在外插队的时候，他一个人跑到上海读高中，哎，保送读大学一本，大学毕业轻轻松松地考上了公务员，从来不要我们做爹妈的操心的。你说找女朋友还找得特别漂亮，那么高，像时装模特儿。哦，那你回去慢点开啊，到家给我打电话。走吧。我先回去了啊。模特啊。欣欣啊。啊。刚才那女孩是你同事啊。啊，个子长得好小哦，要保持距离啊，不能让孙琦知道。妈，我跟孙琦已经分手了。啊？分手了？什么时候分的？哎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分了好一段时间了，也没什么，就是谈不拢。谈了十年了，到现在知道谈不拢啊？你早干嘛去了呀？啊？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女孩叫葛月，的确是我的同事。同事？哪里人呢？家里是干什么的？也是上海人，他爸是个局长。什么局长？新区土地规划局副局长。副厅级。哦，对了，这周他爸妈想约你们一块吃个饭，聊聊结婚的事。没什么大事儿，我就是想让你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给我提提建议。您今天晚上睡客厅去吧，小心手啊，夹到要怪我了。别别别，过来。你们能带卧室解决的，尽量不要闹到客厅去。你有什么不满意的，尽管跟我说啊。你哪里看出我不满意的？啊？我满意的不要太满意啊，我满意的都要起飞了。
就下一脚把你踹出去。睡觉，竖着耳朵听，听听听什么听？哎，我知道他这些年确实不容易，照顾家里很辛苦的，换个上海小姑娘肯定是做不来的。那我觉得你提点小要求，敲敲小竹杠，我都能接受。那你不能搬出去撒手不管呀？嗯，他可能也是觉得，那你也有责任照顾老人呀，也的确不能全推给他一个人吧。哎呦，我知道他这个想法没错呀。为什么儿媳妇能照顾老人，大姑子就不行呢？可我告诉你，天底下道理分两种，有一种呢可以摆到台面上来讲，就像你刚刚说的，照顾老人大家都有责任，谁要是说不肯定要被骂的。可还有一种呢，就未必能摆到台面上来讲了，大家也都认可，说出来就难听了。你弟那个人条件也就那样吧，你说你弟媳妇找他能图着什么样？是呀，我弟弟条件是不好呀，可当年比我弟弟还大两岁的冯小青，就像蚂蟥盯着露丝脚，拼命的把我弟弟追到手。你说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就是找了个上海人，顶多在上海有个家呗。对呀。聪明的人最认真，不然还怎么去完成？偶尔也会向自己提问，却怀疑自己没了天分。围巾，自家织的吧，真不错。别人送的。哦，比外面买的厚实多了。阿姨啊，这围巾我也用不上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你就拿去吧。哎呀，那多不好意思啊。那谢谢青雨啊。没事。嘿，真不错。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房子是不错呀。是吧？可惜你们不是限购吗？姐，要不你试一下假结婚？二位这边请，样板间在里面，请过来。这个壁橱将来交付的时候是带着的，是吧？哦，对的。老公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啊，我觉得蛮好的。那这个户型同样的朝向，还有几层有啊？哦，我帮你看一下吧。
七层有一套，十九层还有一套。不过我前面跟您说的那个价格是我们二楼的价格，我们这儿每高一层楼每平方米的单价还要再贵500左右。老公，咱们要十九层吗？我觉得无论是采光啊，还是它的视野都能好一点，是吧？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那我们就要十九层。啊，现在能定下来吗？能啊，当然能啊。那这边我们售楼处聊吧，小姐。走。真行啊，钱财。张总，你可以啊。这个地方啊，实地教学可比在家里面教我英语好太多了。这米其林几星？不到二星，我都不好意思带你过来。你可以啊，我交这点学费，你还破费请我吃顿饭。谢谢啊。你使劲点吧，算我的。吓死我！今天学什么呀？今天的主题是怎样用英语来点菜。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比如说点牛排，服务员呢通常会问你 ，How would you like it done？ 什么来着？就是问你几分熟。哦，这个简单。哦，牛排嘛，几分熟哈？嗯，我就说 ，4 minute， 对不对？四分熟不叫 4 minute， 叫 medium rare。Medium rare. Medium rare. Medium. Media. Rare. Rare. Medium rare. 对吧？哎呀，能听懂。你能不能听懂？哎，那没问题。牛排按照 Medium rare 来安排。Thank you. I Medium rare. 你说你这又是英语又是钢琴的，嗯，女神还没搞定啊？啊，她最近跟男朋友分手了。分手了就会嫁给你啊？不分手的话，我连机会都没有。喂，静宇啊，你明天晚上有没有时间？我请你吃个饭。我临时来新加坡有个路演，来救场了，后天就回去。哦，那我到时候接你呗。不用。不是，静宇，我有事情想顺便跟你说一下。那就等回来吧。哎，后天见啊。那个人的事儿，你告诉他了没呢？说了的话呢，我又不甘心；不说呢，我又觉得这个良心过意不去。张帅啊，你换你怎么办？依我看，说了没关系。再说了，都混成那光景了，你要是个女的，你还非嫁他不可呀？我现在就是在 three media 和 four media 之间做选择的问题。小琴啊，小老虎，
说你做的对，就应该这样，免得他们以为你好欺负，真把你当保姆了。那保姆还有工资了，这些年加起来也够付房子的首付了吧？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家呀，离开谁都行，就是不能离开你。你两手一摊，什么都不管，看他们怎么办。小老虎啊，你好，起床了呀？谁进来了？啊，快点快点，衣服套好。妈妈去哪？哎呦，阿哥哎，你把袜子穿一样的好不啦？快快快，去脱呀，刷呀，去脱呀，快快快快！老婆老婆，你在哪儿呢？老婆，我在高铁上呀。高铁上？高铁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南京啊，出去玩两天啊。医生不肯跑那么远去干什么呀？那何姐说要去玩吗？叫我陪她吗？怎么了？我还不能出去玩两天了？那你一出去，我们怎么办啊？该怎么办怎么办呗。这些年你爸养你不是照样养得挺好的吗？又没给你放块肉。那你快去，快去，快去。一个亲爸爸，一个亲爷爷，还有个亲太奶奶，三个人搞不定一个啊！好了，不说了，我在高铁上还要眯一会儿呢，下午还要陪何姐去南京的那个干西部区逛一逛，就这样了啊！厉害的，他们呀，就看出来你太疼爱孩子了，所以他们才肆无忌惮呢。哎，你要是豁出去了，什么都不在乎，他们就害怕了。想不想买房子的呀？想呀，那就好了。一眼一闭，心一横，什么都不要管，病牢。快快快！哎呦，今天你又要迟到，阿姑就夸你。哎呀，大哥，能不能快点啊？啊？不是不是，那个，爸爸手机没带，你那个到小区门口等我，我拿手机，小区门口汇合啊。你走啊，够了。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那么大人了，走路也不看地的。对不起。哎，爸爸啊，我不跟你讲了，回家再讲。It is not my portion to meet thee in this life, then let me ever fear that I have missed thy sight. Okay, 欢迎回国，我掐指一算就到你今天坐这个航班。你 iPad 上写的什么鬼啊？你的名字？我的名字？啊，写错了啊？要不我给你做一个。你又会做了？我当然会了，肉马茶很简单，其实就是我们广东那边叫排骨包。不是说你以前开过饭馆吗？我是开过饭馆啊，我做过很多事情。太喜欢这种感觉了，我开车。
你在我旁边化妆，有没有点老夫老妻的感觉？别自作多情。哎，我顺便跟你讲，你先说。哎，我可能真的要结婚了。哎呦，你搞什么啊？你跟谁？啊？还没见过面呢。没见过面你就嫁给他？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要买房。你为什么要买房？你管着吗？你不准买房跟别人结婚。哎，你不许给我说出去啊，展翔。谁都不能告诉啊，特别是我爸。故意的，就等着你心软呢。能发朋友圈就说明问题不大，你不用那么紧张。哎，倩倩，你姐夫怎么样了？他大拇指摔断了，估计是摔的时候用手撑了一把。哎呦，怎么这么不当心？小老虎谁带？他爷爷带呗，也是他爷爷给做饭。今天补习班去了吗？肯定最辛苦的是他爷爷，要不然我还是回去吧。给你忍住，好歹也撑个一两天。哦，男友见你去南京玩，一天就打个来回的，又不是去周庄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胡思乱想了啊，多吃点，对自己好点儿。来来，这家涮肉可好吃了。真没钱，我不说收账的事情，不是说房租。哎，老板，哎呦，老板，你这，我这房租呢？别，啊，不房租，我这真没钱。哎呦，你老婆呢？我老婆这不是带着那老大老二，这不就去超市了。你别那么生气，你还拿这东西来，住的还可以吧？哎，挺好。老婆，你放心，你家这房子我可爱护了，你知道吗？该擦的。欠了我快一年的房租了，什么时候给啊？嗯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家那个小卖部，你知道吗？这经营不善，这马上就要关门了。我连尿布都买不起，现在真的。那你还生第三胎？啊，您就别说了，我们家，您这是。老板，今天我真的我没有钱，你知道吗，老板？你遇到我这个房东啊，对你算仁慈。是。你要换别的房东，你试试。是，对。早就找人来给你收账。是我，您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找人给你收账啊？别！我找几个老西门的人，给你断水断电，堵下水道，扔死老鼠，给你墙上抹油漆，你信不信？你不会，你断什么水断什么电呀？哎，郭老板，你没有事情吧？我没事，开玩笑，没事。顾老师，这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的，你想做什么呀？没事。哎，顾老师，我帮您拿。这我不用。我告诉你，你个暴发户，有几个臭钱，不要在这里吆五喝六的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去报警。别，我们开玩笑的。再说了，报警的话，他也得保护我这种房东的权益嘛，对不对？你房东讨房租就好好讨，他妈放死老鼠，断水断电，是你讲的吧？不。你买那么多菜啊，青鱼是不是回家吃饭？我女儿回不回来关你什么事情？我警告你啊，不要打我女儿主意。没打，她都是一个领证的人了，我打她什么主意？哎，你别走。领证啊，你把话讲清楚。不是，顾老师，您不知道吗？青鱼这个月要领证结婚了。哎呦，那这我瞎说的。抱歉。是假结婚呀？啊，假的？展翔怎么跟你说的？你老老实实给我讲，到底是怎么回事情？哎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这结婚还有假的呀？
哎呀，你说话呀！哎呦，我。我们是提前做好公证，买完房以后就离婚，对方就净身出户，我也没有什么损失的呀。我不管那些，啊，你晓不晓得你多大了？三十几岁的女人呀，结了婚再离婚是什么？是二婚头啊，那是有婚史的女人。你以后还想不想再结婚了？哎，我结不结婚，那是我自己的事情啊，跟别人没有关系，跟我结没结过婚也没有关系的。不要给我讲这些歪理，你懂什么呀？你什么也不懂，这些年我就是太纵容你了。男朋友一个一个的谈，就是不结婚，现在搞出来假结婚了，这种乌七八糟、一点没有道德底线的事情你也敢做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呀，太过分了！啊？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哎，我就一直奇怪了，好好的他有房子住，为什么非要冒政策的风险再买一套？哦，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他就是怕我们买房子问他借钱，所以他提前说他也要买房子。老婆，你别着急呀。哎呦，我早知道不告诉你了。我不管傅雷，你去找你爸和你姐，你就这么说，这个房子我们买定了，我们定金付了，拿不回来了。如果他们还不借钱给你的话，你跟我回老家，从此桥归桥，路归路，老死不相往来。这样不好吧，老婆？喂，喂，以后这种无聊的事情不要把我叫回来，好吧？你以为我整天闲着没事情干啊？我也没办法呀。他万一生气了，真的回老家怎么办？你觉得可能吗？这谁知道过啊？他这个小鱼，你现在帮帮你弟弟，是不是也是应该的呀？钉头碰铁头，将来万一搞僵了怎么好？哎呀，我刚被人骂了，脑子不太好使。你不要搞这一套，骂你是为你好，我看还是骂的少，否则我外孙都会打酱油了呀。啥？那人在哪里呀？南京。那你给他打电话，你让他先回来吧。回来我跟他讲。哎，老婆，我姐说替我们解决买房的问题。哎，你回来就知道了，我姐又不会骗你的了。老婆回来了，哎，给我。哎，小琴回来了，南京好玩吧？蛮好玩的。吃盐水鸭了吗？吃了。妈妈，哎，妈妈，你给我买礼物了没啊？我哪里有钱给你买礼物啊？就知道买礼物，给写作业去。老婆，嗯，我姐有话对你说。小琴过来坐吧，坐下说。哦。小老虎，来，爷爷跟你一起写作业啊。过来坐吧，小琴。路上累不累啊？还好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觉得你想给小老虎买房，是因为想要去一个好的学校，我们大家应该支持的。小孩子上学最主要嘛。嗯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我四期那套房子是学区房。我在我产权证上加上爸爸的名字，再把小老虎的户口迁过来，这样就满足入学的条件了。我记得房产证上加一个名字，好像和正常的房屋买卖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你看你那套房子那么贵。那七七八八这个税那个税加在一起几十万也要没有了。与其这样，阿姐，你还不如把这个钱借给我们，我们拼拼凑凑首付就有了。那边那套房子满五唯一，又是我们第一套房子。阿姐，我讲真话，我觉得这样的话还是买房子划算。
我听顾磊说，你们想买的那个房是200万出头。哎，我觉得就算把首付凑齐了，你们还贷的压力也会很大。我反正记得阿姐你讲过的，上海的房子长远看还是升值空间比较大的，是能跑赢通货膨胀和银行贷款的。我们嘛，没有文化，一脑子浆糊，我们也不懂的。那阿姐你说买房子划算，那我们就跟着你啊，是不是？我也是在为你们考虑，想着用我的几十万可以省掉你们70万的利息。当然，这只是给你的一个方案，行就行，不行也没关系的，我们再想想办法嘛。还是要谢谢阿姐的，都是一家人嘛，客气什么。我去给你们弄点水果啊。谁啊？爸爸，你想干什么？我不是那么随便的人，进来吧。非说，这是个没有诚信的人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不喝你一瓶好酒，缓解不了我受伤的小心脏。顾晴雨，我跟你说，我为什么帮你提前说？我怕你忽然跟你爸说，他心脏受不了。哦，那我还要谢谢你啊。你怎么解释的？我就跟我爸讲，信展的跟我求婚，我答应了。不过是假结婚，两个月以后我们就离婚。你的车子、房子、票子都分我一半，就算是假设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来吧，说说你的初恋情人，我听听。为什么要聊这个？因为我八卦，我好奇，我想听。我那个叫什么初恋情人啊，就是小时候的好朋友。他爸爸妈妈都是知青，他从小是奶奶带大的。哎，他奶奶，他那个时候个子很高，喜欢穿一件白衬衫，戴一副黑框眼镜。Not forget for a moment. 英文好，可以看英文的版本。真很帅，很有品味。他那时候在学校成绩很好的。打篮球又打得特别好，还会弹钢琴。主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那种感觉，就是很默契，很搭。我约他去巷子口玩，他就知道我想吃油墩子。我考试考不好，他把我所有做错题全部列出来，跟我一题一题的讲为什么错，下次不要在哪个地方错。我也会弹钢琴啊，我英语也 perfect 啊。我就想缓和一下气氛，你刚才说的特别像追思会，你知道吗？后来他爸妈就把他带到外地了。不过我们说好了，等到他回上海，我们就约在老房子的位置，不见不散。刚开不了啊，今早在云南，那就可以。是说当地，侬要吧？说啥人？我是说啥？哎呦，我讲今早。哎，今早哟，一只花呢，哎，阿会得刚开呢。嘿嘿。哦，侬搿只，侬搿运动老好嘛，侬人。没酒杯，我太不上了。吃不着，是石头，哎。你妈呀！打出来的牌不冲呀？哎，也不冲。两杯，走吧。我要两杯啊！哦，好，哎，嗯，开两杯，来了啊，哎，来了啊！啥话呢？哎，这哪句话呢？哎呀，就想就想，等到最后没被人，哎，本来是想一想，你冲不动呀，你冲不动呀，又不是我冲的。怎么冲不动呀？哎，那冲啥呢？哎，过不了。哎，侬闲话太多了，对吧？结果他并没有来。他会来的。那来了没有？没来吗？哎，展翔，你要再这样，以后你别让我讲，我也不告诉你我的秘密了。顾清源，不是我打击你啊，你呢，对他什么感情我很清楚，
你等了他十几年，找了他十几年，对吧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人家有没有找你啊？也许他就没回上海。也许他已经结过婚，再离婚，再结婚，再离婚呢？怎么可能啊？有没有可能他是个油腻中年男，现在已经谢顶了？呸！他不想见你，他没有我帅，他知道我的存在。你想太多了。我先干为敬，你考虑我吧。小时候分开，那时候没有太多联系方式，又搬过家，可以理解。现在呢，在网上输顾青鱼三个字，有几十页关于你的新闻，他想找你太容易了。所以我斗胆下个定论，他就是故意不找你。不可能。绝对是这样。哎，好的，有需要再来啊，谢谢啊。哎，好。哎，那就那么算了，房子不买了。房子我肯定要买的呀，怎么可能算了呢？但我现在硬碰硬也不行了，我不能再离家出走吧。我跟中介说了，给我几天时间，我再找找机会。是你大姑子家的钟点工吗？现在才几点啊，就出来逛街，给他干活好轻松的呀。哦呦，琴琴啊！哎哎，这么巧啊！史老板，好久没见了。最近好吗？有什么好不好的呀？家庭妇女一个，一天到晚买台烧的，不好跟你比的。你是做大生意的。笑话我，笑话我。哎。什么时候来我咸鱼阁做做脚啊？你这不来，我这生意都变差了。那好呀，啊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我正好有个事情想问问你啊，也不知道行不行啊。哎呀，一句话的事情，你讲。你最近手头富裕吧？能不能拆借一点给我呀？哎，这个。哎，今天又不上班，怎么起这么早啊？你不在的时候都是我服侍儿子的呀，生物钟早就乱了，好吧？那好呀，以后我多出去玩几天，让你尽一点责任啊。你哼什么哼啊？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，怎么了？你刚刚在下面跟那个姓史的聊什么了？我没聊什么呀，邻居见面打个招呼呀。打个招呼，打个招呼那么开心啊？不知道还以为你们老乡好重逢呢。史老板的醋你也吃啊？你真是拎不清哎！哎，你下午是不是要去上课呀？嗯。那你看看有没有能说上话的同学，问人家借一点嘛。啊？问同学借啊？啊，要不然你还问谁借啊？哎，我说老婆，你怎么又扯到这上面来了呀？下班了，走了。哎，拜拜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我是冯倩倩。啊，好，再见。怎么，又没戏了？
别泄气，现在工作啊都不容易找，慢慢来呗，毕竟咱们还年轻呢。走了。几点了？啊，你上课也不给我打个卡。老虎，喏，你要的名牌包妈妈给你买了。谢谢妈妈。妈妈，嗯，这什么呀？这不是你要的包吗？这一看不正宗的，这什么式样啊？你看这标签可以撕下来。哦，你知道书包要正宗的，学习成绩怎么不给妈妈一个正宗的呀？哎呀，我不要，我就要你打死你，给我买！哎呀，小老虎，小老虎，小老虎，乖，回头啊，爷爷给买个新的啊。老婆啊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在上课。现在几点了？现在三点。三点啊？那为什么你教室墙上的钟都四点了？啊，不是，哎，那教室钟怎么走那么快啊？你给我搞什么名堂啊？现在就给我视频！别，老婆，我在上课呢，怎么视频呀？是我是有点笨，怎么好？